咪專幫人改運嗰個廖貧大師，揾到你實在太好啦！嗯，布太，你揾啱人啊！我都未自我介紹，佢就知道我係邊個啦，果然係神算啊！啊，大師啊，你今次真係要幫下我啦，因為我每晚都見鬼啊！我知，因為你越窮越見鬼啊嘛。經濟增長個果實點樣大概去分咧？嗰度出咗個好大嘅問題。窮啊！咁我又真係幾窮喎。嗯，布太，我幫你算一算個八字啦。嗱，你知啦，我又揾唔到嘢做，老公我 keep 起曬我啲錢，又唔俾我，物價又升，然後啲菜心越嚟越貴，你住夠未啊？貧富懸殊啊！大劫大劫！貧富懸殊咧就喺全世界所有地方都有嘅，就唔單止係香港有啦。咁就但係香港咧就係名列前茅嘅原因咧，就係嗰個有好少撮人咧。佢係好極之有錢，而咧亦都係有一撮人咧，亦都係喺貧窮線以下嘅。咁因此咧，做到嗰個數據咧就係相當最大。呢個過程裏邊，即使係有嘢做，你都會越嚟越貧困，因為個問題就係你職業冇保障，人工冇保障。最後尾 ，in the end of the day。退休嘅時咪貧困咯，所以呢個整個貧窮嘅問題就係咁樣引出嚟噶嘛。呢個係每一日上演香港嘅悲劇，不離都係結構性嘅因素噶啦，經濟因素噶啦。第一可能係低技術嘅職位越嚟越少啦，而家剩翻低技術嘅工種唔係好多嘅啫嘛。啊，唔怪得我真係揾唔到工啦。咦，大師做乜眼金金咁望住我？我好多皺紋啊！唔係啊，你額頭上面有一條好深嘅線啊！嚇，線？咩线啊？呢一条唔系简单嘅线，系贫穷线啊！喺边度啊？贫穷线就喺呢一度。啊死啦！咁严唔严重噶？紫微斗数可唔可以化解到噶？绝对唔得！要睇嘅话，一定要睇 iBook， 要睇一睇呢个坚尼系数。而家有1,260,000嘅人，我哋话生活喺个贫穷线之下啦。咁你讲讲翻香港咧，我哋睇翻如果啲数字啦，譬如统计数字咧。譬如講堅尼系數啦，睇到香港嗰個數字咧，其實都好驚人，好高嘅，去到0.52幾嘅。預計如果譬如2011年咧，那個人口普查應該都會再上升嘅。煲太，你唔好咁啦。其實呢條貧窮線仲未上到天靈蓋，未算係喺貧窮線以下生活。而且我睇你個鼻仲有喎。我個鼻有咩啊？有起啊？係有儲備啊！我哋仲有成過萬億喺度。其實針對個貧窮問題咧，政府可以做多好多嘢，而佢冇做到，呢個係好值得批評。即係唔係話因為我哋政府冇錢，於是咧就做唔到嘢，而係有錢佢唔用嘅，嗰個先係一個問題。煲太，你老公有咁多儲備，有冇諗過點樣計劃下供養老人家、教育下一代咧？佢好短視㗎，佢咧比較我咧都要逐個鐘諗㗎。不如咁啊，大師，我俾曬我啲家用你，你幫我化解啊！呢個唔係錢嘅問題啊！但香港本身個問題唔係錢嘅問題嘛，始終係冇一個大嘅政策係重新規劃翻一個好長遠嘅發展，譬如10年啊、15年啊咁。即係短期嘅措施要，但係同時咧長遠嘅政策咧更加重要。而我哋覺得即係睇到過去呢幾年咧，政府對於長遠嘅政策咧幾近係冇嘅。我想他真的要積極一點 去真的想想民生的事情，好些事情其實是 很表面咯。不過政策這些事情，我這些女人仔幫不到手的。其實呢，社會各階層都可以出一分力的，包括你這個女人仔。大家集中起嚟，而大家一起去參與去解決呢個問題，關心下自己嘅社區，可能成個社會透過愛呢個行動嘅話，去令到呢個問題有啲改善。其實我哋嘅工作應該就係去將佢哋個情況去反映翻俾一啲機構啦，反映翻俾政府啦，反映翻俾議員佢哋，即大家一起去做。講咗咁耐，可唔可以簡單啲，憎嗰兩句啊，大師？好 ，show time， 搞掂。官民互动同舟渡，减贫灭赤耀香港。冇错，
個中玄機你就要慢慢參透啦。再會。廖貧大師，廖貧大師，寫落去下邊啦。搞掂。啊！你咪專幫人改咪改。